唐宅僭建风波，网民恶搞笑爆嘴啊！网民室内设计咁有创意，堂堂下次都可以参考一下噃。传媒出动吊臂车，伸缩镜头影间豪宅，好快啲情景已经俾网民恶搞啦！咁多支吊臂，系咪好似变形金刚啦？定系转个头会有反击啦？唐山大地震就变咗唐山大地震，搞到咁大件事，连美国总统都关注啊！大家都系想得啖笑啫，不过系佢哋笑唔出啫。